再上香。焚香祝祷，祈求工程顺利平安。台中市长林佳龙率领承包厂商及科技园区协进会成员，为台中市第一座劳工合一住宅举行开工动土典礼。所以今天的动工典礼其实是多方大家的一个付出奉献才能够走到我们今天看到即将能够动工那如期来完成之后会形成一个我们在京畿的新的地标因为这个不只是因为建筑物设计的好最主要是它的一个价值观反映我们的企业界愿意为劳工争取住的这个权利。放眼望去，这一片空地就是劳工合一住宅的基地。建设公司表示，这次的建案总户数为200户，其中的10%将作为出租户，每平售价不超过120,000元，出租金额每平也不超过200元，优惠价是邻近地区租售价的60%左右。市面上为什么一平22万到26万不等？而我们只有12万呢？我们在新建的品质上面，我不敢说非常的豪华或者非常的奢侈，但是实用是绝对不用烦恼的。我们卓董也一直强调，要求我们所有的同仁，品质只有一套，企业的品质只有一套。虽然说是12万一平，品质一样的。另外，市长也特别提到，未来市府将以劳工合一住宅模式推动10,000户的社会住宅，以区位好、机能好、建设好且租金公道为规划。第一阶段计划7个地段3300户，希望让有需要的市民都能安居乐业。九军台中采访报道。